行请来了俊豪。你们有没有问题？我你的演唱会在什么时候？我的演唱会在五月份。林娜是你的女朋友吗？昨天我看你们喝咖啡。不是，她只是我的好朋友。金浩、金浩，那是你的车吗？哪一个？很有马力的那个。对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好，谢谢俊浩，再见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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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你知道你在哪儿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在我的家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昨天要问你问题，但你不理我。这是谁？那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不是，她是我的妹妹。我没有女朋友。很好，很好。你知道我爱你有多深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要娶我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太好了，我真高兴。我现在去准备。喂，喂，对对对，我在说的。没有事，我没有事。可以帮我治病吗？什么？